보고. 아이야야야야야. 让开！嗯，让开！把他们都给我拉下去！啊、开！别！那大家看，原来宋连雨一直是女扮男装，混在通天书院。这可是欺君之罪，你完蛋了。宋连雨，你犯了如此弥天大罪，你可知这是要祸及全家的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